好，你们三个小朋友一起做一个。手拿着这个地方，对，然后现在再绕一最后一圈啊。停，错了，蕾蕾啊，这边绕，再绕过这边，断了，断了，我帮你弄，这样，你看，粘住，用手指摁摁摁摁摁，看，停了吧，然后就这样继续绕。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我的天哪！我知道。嗯，沙漠。哎呀，没有人也没有水，这里都没有，不是沙漠了。你看看，都是这些土山。反正我有可能火星上有水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有点像不像火星啊？火星上其实会有水。感觉已经有水穿过火星的山丘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就在这个外星球上。你知道从月球返回地球要几天吗？不知道。如果你要乘坐1300千米的，据说或是要142天才能到达。如果你坐阿波罗11号，你就飞船可以。或者是要3天啊，就回来了。环形山是一个黑洞，但你别跳下去了，跳下去你就被冻死了。200米，你知道环形山底下多少米吗？零下213度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零下213度冷死了。哎呦，把你给冻僵了。是的，环形山旁边也冷，零下73度。哦，所以都在月环形山都在月球上吗？对啊，月球上。哦，月球上应该会有好几个环形山。哦，所以应该全多1.2。啊，你说的我都觉得害怕了，我可不去月球了，我就爱在地球上待着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扶住吧，我的天哪！告诉我什么？请做一道东北特色菜。什么？他都会认识荤。荤的宝贝远去找，素的爸爸在自己家找，时而会给带来好运哦。啊，字儿都会认识啊？庆幸还认识字儿。